一个要送给大家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加工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来，我过来这边。好的。对，刚刚其实他们四位都在楼上呢，有做了一个鲜的一个包装，所以等一下再做一个加工的动作，完成之后就要送给现场的粉丝朋友啊。那每人要出一题哦，是，而且大家很用心，在这个关于爱情的小卡上面写下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，所以等一下也要请每一位演员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。是，好，乐乐完成了，对不对？让媒体朋友们看一下你的，你新藏起来了呢？是，好。等容易完成了哈、哦，要绑一下蝴蝶结，对，还没完成哦，好，慢慢来。常阳很用心的在做他的这个捧花，来，四位请一起看向正前方，我们的公视的摄影机，来挥个手这边。好，再一起看向左下方的摄影机。好，看一下右下方。好，中间的这个电子摄影机看一下，好好，中间正前方。好，右边那一台看一下，好的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一下四位关于爱情的这个箴言哦。先从乐乐，而且我好像有点写太长。不会，没问题的，你很用心的。好，我写说，我觉得爱情是种责任，就不是只是跟着感觉谈恋爱，而是可以一起进入婚姻，让两个人一起成长。所以就希望拿到捧花的人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爱情。是，谢谢乐乐。那马上就先请这个乐乐来出一个题目，然后送给现场的粉丝喽。出一个题目吗？是的。好，谢谢这位粉丝，请回座休息。好，接下来耿如，你的爱情箴言。我写的很简单明了，我就是写勇敢去爱这样子。勇敢去对，因爱。为我觉得就是现在。是，慢慢来，不隐要藏害了羞，自己该干嘛羞赧了起来？来，没有，就觉得如果遇到对的人，就勇敢去爱这样子。是，对，完全明白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出个题目来问一下现场的粉丝？出个题目啊，是是是，我写的也是很简单，跟耿你如是有点抄袭耿如的吗？没有，我的角色是勇往直前的角色啊，哦。希望大家可以跟美珍一样勇往直前。是的，好，那马上出个题目。好，我来考大家。记得要勇往直前的去追求你的所爱哦。好，谢谢徐娇，谢谢关于爱情。我觉得爱情里面是充满着喜怒哀乐，那希望各位可以去用心的感受，找到属于你们特别的经验。是喜乐，那喜怒哀乐，喜怒哀乐，也喜乐跟悲悲伤，伤，对，是后面这个字是什么？相重在一起的一个美丽的经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马上送给你的粉丝，来，请出个题目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这位粉丝。好的，谢谢燕豪，也谢谢四位的演员哦。那请大家记得公视频道每周六晚间9点到11点，还有这个东森超市33频道每周六下午6点到8点。那接下来我们单拍的时间，好，第三度这个一人分饰两角的非常优质的好演员哦，在5月1号当中演一个学生妹。这一次的学生妹呢又不一样，又是一人分饰两角的角色，非常的难度之高的哦。请大家记得《挪威的森林》里面这个忘年恋的感情哦，片尾呢也是第7度穿上了婚纱哦。那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，究竟葛如在片中会不会真的嫁出去呢？祝我幸福这一个单元当中，我有一天的单元当中，跟李玉玺陷入了三角纠葛，究竟最后会选哪一位呢？大家请拭目以待。如果有一天，好，他们两位一起是不是传说中的这个小张震，帅气哦。好，
然后也很生疏，要不要搭个勾个手之类的？啊，有有有，好好，亲密一点，亲密一点的感觉。好，两位看向左手边。好，是，那我们先请定好单拍。好，后续的粉丝见面会。好，可以吗？再次谢谢我们的四位演员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